像我们在牡丹车站，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下跑者的私藏路线。走吧，我们去不厌亭 ，Go。今天要来跟你们推荐一条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私藏路线。这个地方呢，位于新北市瑞芳区。那这个地方是从牡丹车站一路起跑，经由瑞双公路一路往上到不厌亭。跑的路段当中，左右两侧都是很漂亮的美景，群山环绕。那全程大约 6.8 公里的路程当中，一路上都是缓上坡，对于长距离的马拉松训练来说，是一条非常好的训练模式。它是一个不会过度陡峭，但是又可以训练你缓上坡的能力的一条山路训练。那整条路线都可以看到山的美景，尤其到了山顶之后，看到不厌亭，更是不禁赞叹台湾好美。超累的啊！我刚从牡丹车站一路跑上来，全程跑到这里大概是 6.8 公里。那今天就要跟你们推荐这条我觉得超漂亮的新北市路跑私房景点，希望你们有时间有机会也可以从台北站搭车到牡丹车站，然后从牡丹车站一路跑上来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岔路，那一路上都很漂亮的风景，尤其越上面看到越多山的美景，超美的。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跟你们介绍专属于我个人最喜欢的私房路线，让你们可以在跑步的时候心情也因为看到美景反而变得很好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啦，拜拜。